你拆窗了？我把窗拆好了。再整个搞木好，政府敲。包饺子的，你帮剁这个啊。要。我就来包。呀，拆的了。嗯。红绿红绿的。嗯，拆的生意蛮浓的。浓的肉多强。因为我妈一大清早啊，就去上街了，她砍了一点肉回来，她说包水饺吃。这个水饺呢，老九啊是特别爱吃的。我儿子呢，他说要里面放西红柿的，我呢就把肉先搞好啊，这块肉你看，腰边的都软软的啊。我四个人就包一顿，这个就是最疼我妈妈的。你要西红柿的，那个等会你来搞啊。对，你就洗点水，你这里躲肉里了，他小的帮他做事了，做好了呗。买的刀工啊，可以啊，哎呀，葱，你要西红柿个啥？嗯，我就做两个西红柿个。快就有饺子吃了啊！你个小馋嘴啊！他们两个在那里。妈，你摆的啊？还是我摆的啊？嗯，你摆掉了，等你包了，我先。那你要先收工了，那点本账得起，先放我来着啊，一点也没紧啊。嗯。小口的还是？剁碎啊，剁碎就别碎了。嗯。啊，切碎哈，就好点了。把你的搞一点，给你。多少？两袋，一人一袋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胡椒粉。倒点盐，生抽，放几鲜，搞点好吃呢啦，搞点点啊。Hello， 老姐要给他来捏一捏了，点冰冰的了。滚你滚呗啦！哎呀，你们的热最多啊，有点贪心哦。这个包啊，包饺子啦。那你搞少点。你这房子收拾起来了，还不错啊。爷，比你包的还乐呵远。跟奶奶比啥啊？奶奶比啥？你包个的没有？没有。我包个还乐。我儿子会包嘛，我来过了，我儿子包起我巧。嘿嘿，买包饺子包回来买开店啊，儿子啊，做生意了，你没有头绪了，就要做生意了。你看没了都不了水饺钱，谁赚钱的了？搞饮食啊？辛苦的。辛苦了，很不辛苦。哇，包的工作好了。嗯。他们儿子包的可以，要掉。对，他们两个包红白水啊，烧好。我们都喜欢吃汤饺啊，蒸炒吧。要是我重口味啊，我就要放老醋了。哎呀，来猪油了啊。几斤吧。
能把制的先煮啊，它这个是你包的西红柿啊，要不然我们先煮了，等完它看我们吃流口水了。儿子，你要多少锅儿去煮了煮来啊，妈煮饭你过来。改一下，要冒出来了。包的这个挺不错，煮不开呀。全出来，你给留碗，脏不得的。啊，你敲等会就不多个啊。把这一盘，学校了。你搞这样的？嗯。对，还挺享受的啊。那边开电视，这边吃水饺。里头多，这个你多吃两个吧。我吃三个。哎，越好啊。好。我他妈是一个反正不给你，你得。人家。烧了个鸭子汁，妈还捞点盐，这样吃得香。有没有？现在没有的了。这个包个好吃呢。来搞个肉丸，搞一半，差不多快搞完了。不吃这个。你吃这个了？妈炒点酸菜吃完了，没怎么炒点酸菜了。嗯，真要炒点。好嘞。那是夸张。水烧菜不得了，你们喂一下就。对对对，烧点水点。对的。嗯。你到外面老爷怎么搞？你人情好像不好讲。好。吃饱了。嗯。儿子，剩肉果就炒了。你炒过去不好啊，现在煮的要不怎么办？哦，放上不好下来喝。三餐还没钱，三餐没钱蛮多的。我也不是蛮多。或者有或者收菜，搁外头捡。外头捡捡小油没啥。目前他就是没钱了。这玩意儿这样搞的，可值实点。啊，可以。吃脏饭了，他把一万一千个的吧，吃过了，首先一万一千背后和你前面顶着了，吃吃过吃了七桌，原来没有三十的，和你吃很正常，吃三十多个吧。首先一万一也是到这了，有了，二十多的，嗯，那可以的嘞，前面都可以的。吃点水饺好啊。你看卖别的工地嘛，的工地现在是，你像桂林那方面那咋，那个做还没得十咋七咋，怎么干能就买下了？好多人员呢，可能包七块是八块的，现在只有七咋。那我咋不得？做这个就是线，赔点啥？我点汤的不然，好了，今天一家人包饺子，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动手了。儿子啊，今天比我们都吃的多，一碗两加七八个，可能大概三十多个，我来吃了二十多个，真的很好吃的啊。自己包啊，
哎，又划算又好吃，还可以大家一起来动手，挺热闹的。房子你莫洗，等我点。